那个字要不要改一下？但是有大大的，你还是我没去改。然后对，然后今天其实我也是有的，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很多像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文件是由我们谈很多面向嘛，然后其中一个面很大，其中一个面向我们谈说我们希望政府的文件可以自由，所以说我们会希望说比较就是政府的文件可以透明化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面向我们希望说文件核实自由化，那这个部分跟 OEF 有关， OEF 又跟 Open Office 跟 LibreOffice 有些关系，所以我就不要有的来号召大家这样，而且还是大家可以过来。我们今天人少人少，比较喜符合我的喜欢，这样大家可以这样子开始聊聊。然后我是伊玛好讲，那这边有没有人不认识？应该可以吧哈。然后我是 Open Office 的高层这样子。那我等一下也会分享一些之前没有跟 IT Home 没有写给 IT Home 的东西，因为可能有些人看过之前一些 IT Home 的采访。那 IT Home 的东西有点。对，那后来我发现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些新的想法、新计划，我想对这个大家分享。那除了我的分享以外，这边的 Ian 刚才等一下会分享的 Open Office 跳河的用 Open Office 跳河来做那个服务，输入表的表格吧。哦，对，听说是现在台湾最多的，那我们虽然说 Open Office 跟文件自由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反正既然来了，它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了，是吧？所以以后大家都可以记得，反正有活动就可以有题目这样。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那要不要先请大家稍微简单一点的自我介绍一下？那从这边开始好了。欢迎大家好，我是在 Use 的，然后有用那个自由软体的，然后包括这类东西。做出了一些我想要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不会写程式，我只好用一些高阶工具，像这种计算表等起来做出我要的一些工具。那今天就在分享我这个做这个工具的成果。那这个成果过几天我会上线，变成给大家就下载，大家今天等一下进度会快这样。好，谢谢。未来是用云端，那至少也取得了这样的。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那个中原大学的研究生哦。然后今年的话，幸运的话在毕业这样子。那研究的东西大部分跟自由软体有关。然后呢，虽然不是 programmer， 但是会写一点 JavaScript 这样子。那个谢谢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谦虚了，因为像这个是高中前是台湾 MX， 刚才 MX 现在是台湾那个格隆基，台湾的那个社群的杂工。打工就是他的，就是他的。然后这个是台湾目前那个 E 机构的李炳奇，还有叫做自由软体中心的那个专案打工。对，然后我是欧根公司打工这样子。我也是打工。然后我还是师大的研究生，师大的打工这样。然后今天很高，今天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因为很抱歉，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之前知道说我因为他有点事情，然后我本来。不一定有办法过来，那所以后来我临时拜托 editor 叫做丢来之后 ，editor 还有那个，凯如你还没自我介绍，说起来，对，然后要在 editor 跟凯如帮忙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因为后来我自己家里又临时可以过来了，那所以那现在这边本来我没有预料到可以做到这么好，对，那这部分很多东西是 editor 还有凯如在协助的，那这部分真的非常谢谢他们，这个可以我希望。可以放到他们的 credit 上，对不对？那凯如，你还要自我介绍吗？你要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教育部社群自由安全研究中心的凯如。那他们是打工，我比他们高一点，总监，前台的监。好，谢谢。谢谢。然后谢谢今天 Mike 帮我们那个，除了谢谢那个 Eric 帮我们那个，那也是 Mike 今天帮我们做的那个记录这样。然后谢谢凯文今天帮我们做的那个记录，还有我后面的一些大动作。OK， 好，那我们等一下八点半左右，我不清楚什么时候可能会跟花莲连线。那花莲那边好像有联合报记者，对，就是嘉华那边好像有点，我觉得他们很厉害。这样，我本来想说我那这样我一定要 call ID 通记者，可后来我一忙都没有 call 到。对。就觉得训了花莲人民大学这样。那今天等一下我大概分享几个主题，一个是 Document Freedom Day， 就是关于文件自由日。那第二个是 Open Document Forum， 就是关于自由业务的最新的发展。然后第三个是，然后接下来就跟这三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另外三个比较那地方就是大熊猫就是那个 Open Forum。对，那。其实 Document Freedom Day， 对，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说我们希望，其实当然我们在做 Document Freedom Day， 我也会希望说，我们每年都可以这样子做下去。那我希望说，这个其实不只是说我们希望有技术上的一个 freedom， 那更重要就是我们会希望说它是一个它的实上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的文件包括我们的知识什么都是可以共享的。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自由软体，还有那个。GNU and FSS 他们这个很重要的精神，最希望文件这种东西本身也不只是它合适，而且包括它在法律上也都是可以自由沟通、自由传递的。好，这个我就准备这个可以。然后另外就是 ODF 其实 ODF 去年，另外就是关于 ODF 去年。九月初出了1.2正式上线，对。那去年九月 ，ODF 出1.2正式上线，那它现在是 OS 一个他们在管理的。那他们目前2011年，他们其实今年1.2的最新的1.2的几个主要的进展，主要是有三个部分，一个是 Open Program。那因为我们知道四川表里面，我们四川表常会用到公司，对不对？但是其实以前公司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在 OTF 里面公司其实是比较应该部分一直在 OTF 里面公司的部分一直没有做好。那有很多原因，包括 OTF 高层他们会觉得说 OTF 公司的部分是个庞大的庞大型的，应该投 OTF 的一部分，他应该独立的小team出来解决。那后来，所以在 OTF 1.1的时候，那四川表的公司其实都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做，那用 MathML 加在 XML 去做。那
1.2 的时候，就是大概在2005年开始，然后一个在平常在欧洲准备要做一个数学公式的标准的，他们才他把跟一个我先开始跟一个小委员会讨论，那大概花了两年时间才成立这个做出 Open Formula 的标准。那去年的 Open 大学方面，他已经把 Open Formula 把它整合在里面。那另外是那个 RDBMS 的语义的 metadata。那这个格式很像 HTML5 的某些部分的东西，它可以让我们可以在文件里面可以更清楚的标示文件相关的数字。像说如果我们要做图书馆的话，我们可能会希望有图书馆内部的编目，然后它的一些条码，然后它做的，然后它的出版社等等。那 ODF 1.2 里面它可以支援这些扩充更复杂的扩充属性。使得你的文件可以应用在更广泛的范围，譬如说你要在图书馆编目啊，或者说你的线上书店啊、线上图书馆这些都可以用到。另外一点就是数位签章的资源，对，那这部分也是 1.2， 其实我整体到这部分有点吓到，我以为这个东西打最远，对，可是其实也是 1.2， 去年 1.2 才开始出现的，才开始成为标准的。对，那未来的话，目前他们已经在讨论一点，他们目前也在讨论是不是要整做1.3，或者是要做一个全新的2.0。那个 Oasis 他们的一个成员 Rob Weir， 他其实现在在 Open Office， 他是 IBM 的员工，他现在在 Azure Office 的我们 DMC 里面，对，那他对这部，那他。也在他反馈这部分发表许许多多的文章这样子，对。那目前 OS 里面的那个 ODF 的 team， 它成员包括像 Rawware， 还有像 TDF Document Foundation， 然后包括像 IBM 上几个几家商业公司 ，Microsoft 也来。对 ，Microsoft 就是有参与这奇怪的事情。对。好。那好，我不熟的东西就讲差不多了，对。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不熟的东西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我觉得说基本上，就进入逐渐从我最不熟的开始到最熟的。然后 LibreOffice 的部分的话，这部分 LibreOffice 社群，大家 LibreOffice 目前台湾是一群热血人口，有一个正式中文协调的正家。那大家知道 LibreOffice 它本来是从 OpenOffice 分出来的，那增加它是，所以它很多组织架构其实有联系 OpenOffice 那时候的组织架构，那包括说它有个 LCS localization 的 team， 多语化的 team， 那增加就是多语化的 team 下面的这里中文的部分协调的 ，OpenOffice。那目前 LibreOffice 的社群做的主要工作包括这样，LibreOffice 的正中文站的维护，然后包括翻译的管理。然后他们在做教学文件以及参与自由软体的活动，包括像郑家最近也蛮积极的，像去年的 Postcard 他也有投稿这样，那他也推广自由软体活动。然后 LibreOffice 这边，因为他本身有蛮强的SSF 就是自由软体基金会的背景，所以他们对于 CopyDesk 的东西比较坚持，他们会比较关注在开发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ODF 的 support 上，那他们相对的对核心成员对 support 微软的 DOC 有些比较没有兴趣。可是 LibreOffice 他们里面有像 Red Hat 还有像 Novell 的成员在 support。那这边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份给资料，不好意思，这份给资料是这样子。这个郑家看大军，好不好？以后我们经常当朋友。今天资料没带出来，那就太好了。这个是我最近做的一个统计，大概是日期是8月28，然后这个统计是2011年9月23号到3月20号之间。那大概是 LibreOffice 出来以后，
GIP log 的那个 commit 的 email 后面的 end 后面的 domain 来做分类，对，来看看说到底是哪些人在贡献到 DevOps。 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其实我大概稍微再整理了一下，那他们的 DevOps 其实它的贡献的也我们可以看到很 surprise， 它也不会太 surprise， 就是最大的贡献者是 Novell， 是不是？来自是非常有这个人的。那这个其实，大多数在都是员工，是非常有这个员工。那另外是 Red Hat 的员工，然后剩下的才是这个 Origin Community， 就是他的 email 的OpenOffice.org， 他是旧的 OpenOffice 的名成员，他存在于其他。也就是说，其实 OpenOffice， 其实 LibreOffice 它很大一部分其实也是从 Red Hat 还有 Novell 这两家公司在整合的，对，那对它其实内部开发很多的公司 Red Hat 跟 Novell 在整合的，对，这个可以资料这样子，对，然后 Oracle 但后来对，不过后来就比较没有，那你可以看到 Red Hat 跟 Novell 就占了很大，就占了将近一半。一半的那个贡献都是来自 Red Hat 的团队。好，这其实不是黑资料，这也是公开资料这样子。那我们这边也会很希望说大家可以进来一起参与地包，因为今天本来两位业绩要过来的地包，我们肯定没有过来，但我们还是很希望说大家可以进来。我们一起在参与 Libre， 参与 Libre 社群的运作。那目前我们 Libre 社群有在脸书上有两个社团，一个是 user 的社团，一个是中文团队的社团。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中文团队的社团，那或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到那个 user 社团。那除了那里以外，另外一个地方当然是 OOO 国际站。对，那个会在台南的欧盟站那边做，大家讨论很多地方，还希望大家透过这些东西一起来参与。好，这样剩下我就对不起。我是很公平的，虽然我是欧盟的高层，但是我没有一下子没有偏见来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好，然后 Apache OpenOffice 的部分，对啊，我们进度很落后了。我们目前还在准备，已经在请求命图在要超出3.4版，然后我们目前的 BMC， 我们 Apache 跟那个 Apache 的有比较特殊的文化结构，它比较是平行式的结构，平行式的组织结构。那所以我们，然后而且它有一个精神，就是 Apache 的很大精神就是，如果 BMC 上面看不到，就应该就是不存在，对所有事情都公开讨论。那其实上面可以，我们上面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在私下讨论非常受限，就是你要是不是绝对可以给私下讨论的事情，就你要在私下那个地方讨论就会被禁止。那阿帕奇我们怎么参与上是相当公开的。那目前 PMC 成员里面，就像那个 Libre 上有大量的 Red Hat 和 Novell 的功能，然后 PMC 也有大量的员工，那里面有IBM 已经决定，因为 IBM 从 OpenOffice 2.0的热盘过出来一个叫 Logan 的人，然后那时他做 Logan 的人做得很漂亮，他请了很多那个 UI designer 把他做得非常炫，然后现在 IBM 决定说他既然有机会直接参与 OpenOffice， 他决定说要把 Logan 的人全部放弃掉，然后把他的做的东西尽量整合，就是通通都捐给OpenOffice， 包括他原本要请的正在正的 G， 还有花子金，还有等等，完全是由 OpenOffice。所以其实，你要说我们被 IBM 把持，也这次也不至于啊，但是我们没有大量的员工或者等等。不过，然后 IBM 这里面也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可是因为他们都是 IBM 的员工，就是他们只是纯粹的员工。因为他们不是社群的，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因为老板请他们来做 OpenOffice， 他变成了做 OpenOffice 来做 OpenOffice， 他并没有什么社群的意思或者这样的想法，所以
会在社群出现。那目前华人社群里面会出现的 BNC 大概只有5.5%。对，我觉得这样，但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事实，因为有的朋友，就中国的朋友，他算写信来问我欧公司问题，那我就很喜欢那个开始他会回，所以回答他问题的我还问，为什么你会知道人家问我这样？他就说，因为我方便时的中文论坛的站长，跟他推荐我，我就上去，最好他的论坛还在，我就说，那我就上去打个招呼，结果上去打个招呼，顺便看一看，红旗倒了。这是之前在负责剪辑中文的，之前正在 Open Office 时代的话，正体中文跟剪辑中文分别有陈星跟洪奇在用。那洪奇，那其实大体上是洪奇为主啦，因为后来陈星就没有再继续为目前洪奇为主。然后洪奇倒了，对，因为他们没有申请到那个国家的经费特别专案补助。那个今年申请，他有年他们没有申请到，然后就发不出薪水，就这样。那我也觉得有点压力，因为我以为他们有收入的。所以目前红旗和晨星都没有继续维护。那现在整个 BNC 里面华人会比较出现的社群大概只有5%，那其他都是员工的。所以我想大家知道那个员工的，跟那个社群之间的差别。那好。那是 Oracle Kids 目前的主要开发 Oracle Kids 团队的主要开发者 Eric 他是法国人 Eric 他也是目前是 Official Founder PMC 其实是 Eric 介绍我进去 PMC 的他跟我说现在大家在考位哦你赶快去考位然后我就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考什么位就先考就先选他就发现现在变成这个那 Eric 他目前是练习，那因为他之前跟 LibreOffice 的 PDF 我跟大家分享，跟 David 那边有点觉得产生一些口角不愉快，所以他后来就对 LibreOffice 那边比较没有兴趣，就转过头来走到其他修改组那边。那目前他是采用 PPA 的方式 ，Eric 知道什么是 PPA 吗？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靠近，我们像那个叫什么 ，B 机构的靠近源不是有两个地方，一个 B 机构自己的靠近库，一个是台里的智慧库帮库，对不对？然后 PPA 就是自己的靠近库，然后 OpenOffice 目前是用自己的靠近库，那你不要把指向它的靠近库，你就想安装。对，目前它是用的方式，因为它没办法推进。之前跟 David 那边吵架，然后没办法推进 David 那边去帮助。所以现在这个还没有进展。对，那，这是我等一下，现在没有进展帮助。那我想大家都会对 OpenOffice 进入问题。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多讲一点，就是聊天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 OpenOffice 然后 Office 中文团队的状况。那一件事情是说，因为 OpenOffice 他们现在目前并没有联系 OpenOffice 大包的组织，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我之前的 translation lead 这个东西没有了，没有 localization project， 没有英文人计划，没有中文组织。那中文怎么办？那对，我们还是需要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他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就是直接上去 translate。他们在那个布头网站下去做，我只是说没有正式组织，已经没有正式组织，所以我没有正式开口。但是我们当然地方 local 的团队可以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谁去那个 sign up？sign up 说都可以。其实他现在的状况是，目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 commit， 对，任何人都可以去。好神奇的，那不可以做吗？对，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如果大家觉得 OK 的话，我们其实我们这个组织可以继续做下去。OpenOffice 的台湾正体中文的团队，翻译团队，我记得风投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对啊，什么？风投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对。也还好，而且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再考虑。我觉得说，我们其实大家等一下聊天，我们觉得有什么新的想法，我觉得我也可以带回去，反正我现在是高中。
对，我可以带回去说，跟他们讨论说，哎，我们是震动，然后我们就有不一样的做法，这些都是 OK 的，因为阿帕丘分析师他是比较开放、比较人性式的分析师，所以大家要直接去参与都可以。不好意思，所以他就是类似要走向 Wiki 那种做法，对不对？他，对，阿帕丘他们的做法比较，就是我说给你，他没有那种阶层式的、分层式的那种金字塔型的，上面一个会。过去到下面这样，所以他的那边的立场比较倾向说大众可参与的状况。那我是觉得说，这样子也好，这样子也是 OK 啦。可是众人可参与不是还会有个整合的吗？对啊。没，我的意思说，为什么讲说，所以还是有。对，就是说以他的户头来讲的话，他的必须要跟 PMC 还有权力做整合。对，那目前 PMC 只有我。正解中文都是，其实200多个 PMC 都可以整合，那个正解中文都只有。是 commit user register 还是说 commit user translation？ 就是大家可以 suggest， 只有我可以 approve。OK。对。但到时候 loading 都会在你身上哦。对。这样的架构的话。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再讨论看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说其实，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组织一个好处，当然也是给大家比较大的弹性，说我们可以 logo， 我们可以决定怎么做比较好。那对，所以还是必须维持我们，对啊，这样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关于，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 help。那之前我那个有两个 help， 阿帕丘分析还有发，记得是7000-8000条，然后 LibreOffice 有15000多条。的 help 这部分还是很需要翻译。那因为 help 我觉得是那个学习用的上操作的时候一直跟替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还是蛮重要的。那第二个最重要会需要翻译的是有一个它有其实有个使用手册。那这个部分会状况会比较复杂，就是说使用者手册的中译它，因为目前它在我们业界内部还没有讨论到使用者手册怎么办，只是暂时放到网站上让大家下来。那问题是在于它是 GPL， 它的上面的授权是 GPL， 可是 Apache 基金后我们用 Apache 代理，那跟 GPL 是不相容。可是原文件的作者是用 GPL 授权的，让大家授权释出。那这部分我们还没有讨论，所以目前的使用者手册版本到3.3。它就会使用者手册，那3.4出来以后，它使用者手册可能才会开始讨论，而且不一定会继续做下去，因为授权的问题。那这部分第八位是比较，它已经打配到3.5了，那它的授权是 GPL， 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 follow GPL 都可以做。那另外一个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东西是，晨曦他在去年的时候才做一个中文版，他有翻译出来，不过我照看一下他的翻译。不能用，因为有法律问题。对，因为晨曦他把那个晨曦那个版本，他把第二页作者列拿掉了。那把这是 GPL， 第二页作者列拿掉都是有问题的事情，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他没有 copy 乱。他没有 order， 也不止没有 copy 乱，他可能连 order 都没有。对，就是把作者页拿掉，就是。你知道我们知道著作权有两个部分，就是著作财产权跟著作侵权权。那著作财产权是可以让渡的嘛 ？GPL 本身只是在让渡著作权，授权给著作财产。可是著作侵权，就是这东西是我写的，这个不可让渡的。对，然后上面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要保留它著作侵权权，那就是这个版本翻译权利用。所以虽然有人翻译很辛苦翻译过，可是这个版本是不能用。那对，所以我们还可能还是要怎么办？对，如果要我们要做的话，可能还是要怎么办？那他说因为牵涉到说我们现在不用 GPL 的结果，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下一档我们还不清楚。这样，不过第八号就是他给人导致了3.5的那部分，他完全没有问题。对，所以说我们这部分也是我们中文团队希望可以把这份做出来的。那另外 OOP 的东西都会，因为每次翻译。上一次出需要的时候，那个 Eric 就在大家去敲我，然后我忙了2-3天以后被他再提醒第二次，我想想看，要不如我就直接把它做完。
对，我那次让我的感觉是我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如果跟大海感觉起，不然的话其实量其实都不会很多。对，那包括像波普一直的经验，还有这次阿卡修诺也是三个自我，后来发现700多个，没有，有大概好几百个自我有异动，就是我们那时候跟我们团队一起做，可是好几百个做，当然看看啊算了，就直接把它改掉了。对，那因为阿卡修诺其实接下来会到4年，它可能会有比较多异动，这部分可能还要大家一起来做。那不过比较小的东西可能就很 OK 的，如果比较小的单位改动的话。对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欢迎跟我们。好，那接下来就是黑暗后影片。对，这是我目前的一些计划跟想法。对，那这部分也是就是一部分是其实是在艾迪翁那边采访之后的一些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回归到 Open Kit， 我们会很希望，如果像 Eric 的编排，我不知道大家都很希望他会进入帮组嘛。那进入帮组的话，那包括一些要使用、要采用，或者说他来做这些准备。所以你待会刚好可以跟 A 组讲这件事情啊。什么 ？A 组不是 David 的 developer 吗？对，不是待会我现在就要讲这件事情。哦，对啊，对，我是说你也可以当正好他有连线的时候啊，哦，你可以问一下。其实我是拜托，这是我跟 Andrew 讨论我的结果哈。对，因为我后来跟 Andrew 讨，我后来因为那个什么 Eric 就是包括其实跟 Eric 他本来跟那边那闹翻了，他一直觉得他就开始做自己的 PDA 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试着去跟那边那边讨论之后，发现被 PDA 不能这样子大吵架来了以后，然后跟 Andrew 讨论。然后发现我原本的做法完全错了，我应该找另外一个 Debian developer 把它推进去就好，根本不需要你进行文件基金会的讨论，那文件基金会讨论他们一定会说你不用想，对对，所以因为我们是竞争，毕竟是竞争计划，竞争端，所以我现在的做法比较倾向说我会去试着去申请这个整天的，那我会考虑专门去申请这个。然后我申请那边每天，然后熟悉那边每天的人，就申请到了以后，然后我再把 Oracle 进行推进那边。推进那边有什么好处？就是之前像我们那个货货已经在做机芯，大概知道，就是知道说那边是五方图的上游，所以基本上只要那边有的五方图，大概每半年他会从那边抓一次五方图，抓一次那边有的东西，全部变成就变成五方图，再加上他们图。所以只要 Debian 有，那基本上我帮助就会有。那只要我帮助有，一机构就会有。对，我现在逻辑是这样。所以只要我推进这边就好，然后这比推进不帮助容易，因为对我帮助来讲，他们其实不大 care 社群的，他们比较 care 他们自己 focus 的东西。对，是，对。那他们比较 care 他们自己 focus 的东西，所以他们比真不会，他们。你一直在跟希望帮助我有在那里阐述，你是希望不帮助你收 Oracle 是没有意义的。那 Oracle 他们也有这个方式，那所以反而我要推进这边会比较容易一点。那这部分是我目前的想法，就是关于说，之前我跟大家讨论过，怎么样让 Oracle 这边顺利进入一机构。那在进去之前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依赖上 PDA 或是一机构这边自己去抓那个。抓下来抓一下，那包括说我希望如果申请到 Tender 的话，我是具有 Oracle 的运行的，那我可能也会希望把 Oracle Kit 跟 Apache Oracle Kit 推进去。那 Oracle Kit 它的这个包装已经包得比较完善，我觉得这部分会就先做。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两件都是高端的。我现在在申请阿修邦位置的使用者论坛的总站长，总站长就是下辖所有的各国的社群网站的站长。对，就是中文站，我要，而且目前好像只有我一个志愿，所以应该就是在跑程序了。那申请到了以后呢，中文站是在我下面的，
对。那对，那到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我要先兼任中文站站长也好，因为中文站其实目前都是兼体制，主要是同期，过去同期他们在做的。那下去的话，中文站可能也是也会希望说有人可以出来协助。那既然同期那边可能目前没有人可以出来做，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们社群可以有愿意出来做的人。那要成为站长的一个先决条件，要成为不管是各个 localization 各个，比如说台湾中文站的站长或中文站管理员，先决条件必须要打开中文的培训机，这些我要推荐，想办法推荐有兴趣的，然后可是这个部分都是接不了的事情。总之，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是也是刚刚在法政还在谈的事情，我现在打算要推荐我也。进入另外成为另外一个华人的 TNC， 那他也是台湾，如果顺利成功，他也是台湾，我觉得希望是蛮大，因为第一个是我们公司的 TNC， 他比较他制度上比较 OK， 第二个是说我们他目前在 Home Office 的达拉尔的版本，生涯版本是不是生涯那个叫达拉尔是叫？奥洛克。对，奥洛克。达拉尔是叫太阳座一起吗？对，太阳系座一起吗？对，生涯哦。德尔斯版本是红卫做的，那他有实质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一方面大家我们就在扩大招募开发，一方面他有实质贡献，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没有。但是他不清楚，我现在这是我想见两个是高看他们之前。那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台湾就会有第二个电器出来，这样我就不会跟人家讲说台湾电器只有一个 PD 还是有的。这件事大概是有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我原则上我没有那个规划很好的意思哈，就是我希望在大家可以尽量的参与，那我希望能够在参与的这个地方。对，所以如果大家觉得OK 的话，所以未来的话，包括说。会需要有中文使用的论坛的站长，那我本身会倾向说简中跟繁中还是分开，对，因为很多讨论的话题不一样。那繁中简中的部分我比较没有办法，但是我会希望说我们有繁中的站，有人可以出来接受繁中的站长。那另外是说，因为我觉得说，如果我真的申请到正中，那我目前手上的工作会人才不满。对，我很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个。那第二个是说，如果我真的申请到那个只有留在那种站长的话，那我可能会希望说有人可以出来学这个执行站长的工作。对，那我还是会留在执行站长，但是我会希望说有人可以出来接这个站长，执行站长。那我希望说不要说所有的光芒都在我的身上，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乱。因为我觉得社群就是大家想要很好玩嘛，对不对？有没有不懂？这个是连线的吗？什么？对哦，对，正在打电话。喂 ？Hello？ 还没接通吧？喂？你好，喂？挂了，好不管，奇怪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新的展望，我觉得大家可以，因为其实之前很多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来，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想象我一个人正在讲话这样，我觉得我这个人以前来讲，我比较习惯一个人冲这样，对，那。现在我就开始觉得，这边有很多伙伴，包括在 Workforce 啊，还有在像跟 Eric 合作啊，跟 Max 合作，我觉得这边有很多伙伴都很好。可是我还是就是那个说，像这次活动，我也一开始我只是想有点想挑战说，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就光我一个人那个，是后来因为很多事情就还是，我说他们，就是我刚刚讲的非常感谢这样。那我会觉得说，虽然我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会希望说，
边。喂？喂？喂，听得到吗？喂，听得到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有人打开，他去打了。那里面的是你们，不是？啊哈哈哈哈，好像出了点状况，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会希望说。我之前会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事情都还在我的本分内，所以我会想没有像这家一样说希望扩大，就是反正晚上做什么事情。那既然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会台湾社群这边对国际的，我觉得接下来台湾社群包括我跟毛 M 这样进入我们对国际社群，或者 Open Office 的直接参与会越来越那个会越来越密切。所以就会开始真的需要，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成功，对，那也会希望说，大家一起来跟他们，对，大家一起来，那希望，我觉得这边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玩Open Office，对，能够碰那个全世界第二大的自由来的专栏，真的很爽的一件事情。我那天跟那个德丽娜讲说啊，说。所以他说，我觉得很居心不小居心不露吧。对。对，这些他觉得资讯很大不会小我说大不会啊，我觉得资讯很小。后来发现不对嘛，是我的大小观念已经被我换成所趋了，因为就是专案太大了，对，我的那个专案大小观念已经都被扭曲了，对。最近也是蛮大的状况啊，对，顺便既然就是闲聊嘛哈，就是顺便就是讲一下，就是说 Eric 你知道之前最新的事情吗？就把主论坛上面。不是，就是最新本来他们要从官方拿掉的。我只知道很少。对，就是最新目前，之前他们要从官方的论，之前因为坎卢他们要继续维护最新。然后过了半年没有人维护，然后巨星就从这边拿掉了，然后巨星从这边拿掉的后果就是从官府那边拿掉，从官府拿掉后果就是一机构上面可能就看不到巨星了。那问题是一机构上面不是有很多老师的习惯，而且预测之后还是巨星在这里严重，对不对？对，可是因为你要是不了解这个脉络，你不知道这件事严重性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制作主张就跑出来，就告朋友出来找人，后来是我们 WorkForce 里面有一群人，那现在这边有一个成员在这边 ，Nico 有在用军训的计划。对，他现在有没有可以讲？这计划一开始就是那个什么的？我不知道名字，可是我自己有在用啊，就是经常在用的。我也有在用，就是一个使用者。你超有使用的，对，就是啊。那我，那你觉得用之外呢？就是，那我就很简单，我就是把电脑换了三遍，然后就是试着去那个，就那个喂药那个。写了一些他之前的东西这样。对。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就是尝试用那个就是 VM 那个 Virtual Spot， 就是想要在上面就是应该怎么讲，跑这个 Unstable 的这个版本。对。然后就是看可不可以就是进行测试。所以现在不是从源头那边走到后面去吗？它不算从源头那边走。那现在结论是以后，我发现的没有，现在因为去年
对，发布其下一版本是在2月14号 release， 就是2月14号那天之前，他那天他从五方从 data 里面抓。那2月14号之前，我不管找到谁来，愿谁有这个意愿，也有这个能力的人，都来不及去劝告可以把他接受。所以魏耀那时候因为自己发生事情，总之他就紧急说他愿意暂时接受。所以目前其实现在这边朝鲜的维护者是魏耀。那不过维护魏耀是我为了会非常谢谢他。那不过魏耀是暂时性的接受。那目前是我目前是他们已经开始逐渐在慢慢在摸索。那大概已经劝到大概我觉得大概是5成6成左右的程度。那大概应该到6-7成的程度。那接下来就是说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就是说慢慢的就可以从魏耀那边把它接手过来，就是变成抗战的部，所以以后之后要回过去，不是军训的重视，不是军训的套件，就是主要应该是做一些打包的工作嘛。对，就我还有另外两个那个又两个女生，可能会透过 email 去联络，然后就是做相关的工作。没有啊，就是看能不能帮得上忙。对，我现在也还在摸索。对，太棒了，因为我们 illegal default 这种技术，但是我不知道原来是这种这些问题。所以应该你就上场了，上场了。你要再确认一下那个该。哦，对，我再确认一下该。不然他就上场了，我还有。OK， 好，我看看说的。
喂，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我那个，譬如说那个制作过程的那个资料笔数，因为真的太大了，11万，那我这个笔电改就是那个 PowerBook 即时，所以读起来会有点痛苦。现在因为右下角图吧还差那么一点点，对，非常抱歉，没办法，因为这个答案如果拍出来的话，等于说我在整个制作过程在这个答案里面听不了的。那我先，先直接开网页哈。那个一开就是以前学生时代就会有那种打什么学生名字啊、打字啊、作业啊，然后字不够的问题嘛。然后我就会上网找资源。那这个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我要上网找这么一个资源。他现在他把这个答案拿掉了，以前有。他这个是一个表格档，就是注音符号跟那个，它就是有一种对照表。那个注音符号的对照表，字就是字跟，它是 Unicode 字跟注音符号的对照表，这是2006年的版本。可是这个版本，它在那个你现在看这个，可是它就是它拿掉了，它原来版是别人的，就它把这它那个2006年版它做完之后，我发现还不够，那就等，可是等了1年半没有任何更新，那怎么办？那我需要新的版本，那我。那个后来我想办法去看东找西找，看有没有网络资源有关这个答案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可是网络上资源是趋近于零。那后来我还是就是大概熬了4年才给我找到原来怎么回事。原来这个资料是跟一家的全字库的网站去申请资料。等于说他是要去跟一家全字库的网站去申请一些，就是说你要去就国家审批结束，然后使用目的，然后身份证影本等等东西，然后政府就会给你一些那个什么通知档啊、自行档啊等等东西。那我就等于说你要去跑实体的公文流程之后，他会寄一些资料给你。那我拿到这些资料之后，我就想办法看从那些资料里面能不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那后来我发现他有一种东西叫做 DNS 码对应注音符号，以及有一个叫做 DNS 码对应 Unicode 这样子的对照表。可是我后来发现，我一个老板听众发现，我需要的是那个 Unicode 跟注音符号的对照表。完了，我是 end user， 我不会做这种东西，怎么办？运气还蛮好的，说就是电话联系啊，然后里面有往返啊，提出需求啊，那政府单位就愿意从他的资料库里面把我需要的资料汇给我。就是注音符号跟 Unicode 对照表。那有这个表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核对那个表是什么样的不同的东西。那现在就马上就是啊，出来的太好了，好、啊，就是现在我现在手边没有这个政府的原始档案了，因为政府原始档案在另外一台电脑。那重点就是说，我就开始把那里面的表做排列组合，因为我会写程式嘛，我就全部都用那个计算表软体，我就用那个 LibreOffice 啊，开始来拼凑剪贴。那我就后来我就剪贴，然后去排。然后因为它 Unicode 里面就说，政府的单位，他们政府的那个他们到流程，就是他会有核实，他有做一个对照的资料，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 Unicode 什么码位等于什么什么东西，等于那个什么注意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对，那我剪贴之后呢，我就做出了一个表，这里这个表的话就是大概那个总笔数11万笔，可是11万笔的话，它包含了我们一字多音或者那什么一音多的那种状况，可是大概看起来还是有9万多笔资料。因为台湾自己有一套 DNS 的规范，可是你在国际上的话，还是要遵守你的大家 Unicode 的规范，老外的规范嘛。啊，看的，因为笔数太大了，那所以它还是会有些对照的东西。那就说变成说会有什么，就说那个 Unicode 里面有一种叫做什么私人照字区那样子一个概念，那里面资料其实都是很不一定的。因为现在中华民国这边的话，我们是已经有大概近11万个吧，可是那个 Unicode 是还没有定到，还没有跟到这个速度啊。就变成 Unicode 里面，它会有些规范的话，它有些字就中华民国这边有些字会摆在那个 PV 区。那总之就是，我看一下，用这个好了。总之我对照表出来，最后做出来的成果就长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它旁边那个列字数，叫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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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那原则上就说，你只要有这个表，然后呢，你去下载相对应的字型，然后呢，再把这个，因为这个表它就成为了那个所以说把表给它 CIN， GCIN 啊，或者开放香草啊，对，你都可以会一种打一格式，然后你再搭配字型的话，那个什么，你就可以等于说，到今年三月为止，就说你这个透过这个表是政府单位90%的以上的字，你都可以在你的家用电脑里能够打得出来，可以输入编程显示列印。好，就像在，哎，你还记得不足。所以是研考会把这个字库就是转到你。就是转是我跟他申请一些资料。对。那我把这些资料做，他提供字型跟表格两种。那字型的部分他有显示等于说，所以我不能乱发。那表格的部分我是做等某种程度算是法律上我知道算是加值的，做某种程度的更新或加值，跟他原本不太一样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 input measure， 它可以用你这个对照表去把那个字显示出来，是不是？对，可以打开文字处理软件就打出来了。那我看一下哦，因为现在那个表，所以你现在这个 table 就是否注音 only， 对不对？对，注音 only， 因为我是用政府提供的注音表来做的，啊，就这样子，啊，就。这是我的秘密嘛，然后给我打，黄，啊，你看，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啊，你看这都这么多可以打，啊，然后就。这边选一个，看哪一个字比较怪一点，啊，六好了。原本他定的表有多少？对对对，这是我要问的。到底多了多少？对，因为我们看得出你这个部分就是你上面 keyboard 的 input measure 嘛， input 那个 keyword， 然后去对应到就是中文字的字母。那按注音来。当然，我这个说，这注音没有错啊，所以。不啊，所以就是会出现这些东西嘛，对不对？啊，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按照就是研考会给你的这个 table， 然后排下来，还是说你在 table 的排列上面有一个权重或 order 它的顺序上？因为我刚才注意到，比如说你刚才输入黄和汪黄，啊，这个字根上面就有17个 patch 嘛，啊，对，那17个 patch 你的那个 order， 你的那个顺序是怎么去排列的？他会学习吗？还是说没有什么？我这个属于一，就是完全没有文字会在里面的。还有完全是单一的，就是说研讨会他给我什么资料就做什么资料出来，我没有加任何智慧选字的功能在里面，这完全是算是传统注音输入法。OK， 就是没有，他不是像新库音那种智慧选字，完全没有，我没有这种能力。哦、，no，所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说，有一些输入法，可能因为你最近有输入过这个字，好，我们要这么多，它会把 O 的往前摆。这个应该是输入法本身的功能，对，表格这边的功能。我是做表格而已，我没有做那个进阶的程式的功能里面，这是完全是一个表格。这是表格唯一的特色，就是它是到今年三月为止量最大的，没有，至少我找不到它量还要大的在公众网络上。嗯，因为我把我的 PV。虚的字能全部都塞进去了，政府有什么，政府有什么，我就做什么出来，他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到底比现在对多与寡，对对对。就说你想要知道透过这个表格，你可以知道说，不好意思，打断你，对不起，喂 ，Hello。对，现在这边是花莲跟我们打招呼，
大家可以面对那个跟那个这个图案。可以吗？哎，看得到吗？好，喇叭有问题。Hello， 听到吗？雾气蛮黑，大概也很难认出来了。如果他们那边播广电的吗？那边跟隔跟中跟跟这边气温差不多。Thank you.
我们说要连线哦，我们不是连线，所以这不是三 D 的，我们一个地方活动，我们明年见，明年见，拜拜。跑出来。好，那个，我在这次讲的过程从头到尾，就是全部是在全图式界面下完成。那个制作表格过程用那个，用那个。Make Air 欢迎你。然后最后形成一些阶段这样子
我来当这个表。不过这个答案没错就没了，不过这属于我私人的，算是作业流程的部分。那当然网络上最后放的就是结果嘛，那结果的部分就是像这样子，这就是成果，就是大家直接拿去用的部分。那这部分是成果。那成果的话，我有做给那个开放商讨用的版本，我也有做给 GCIM 用的版本，我还有做给 SCIM 用的版本。我目前做这三个版本，然后我会分那个，那我会把制作过程全部丢在这里，也就是说，如果哪一天我就是突然就不能做了，就我们它这个平均都是两个更新的版本嘛。如果你要跟它同步进度的话，好像我之前我怎么？我那个前人做的版本，2006年的时候就没在做了，对不对？可是那时候他就没有提供，他做出来的，所以我把我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流程，我全部写在这篇同一个档里面，担心下一次字号他也不会去解析嘛，对不对？那等于说啊，如果有人有兴趣想要做类似的东西出来的话，原则上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一遍，哦，下面还附图，你就知道怎么做了，下面还直接就附表格这样子。好，可以。我不是法律专家，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授权这种东西。那之前我参考的那个版本，它的授权方式是那个叫做 public statement， 然后它用什么跟用什么嘛，最简单。那可是因为 public statement 其中数字老师话，那我也看不懂他写什么。那我另外我就加了一个叫做什么这个创用 CC 的授权，因为它这个有中文化，那我不看得懂，就选了其中一个。所以我就选那个，有一个蛮基本的，就是做双授权嘛，我也跟刘洋学一样。对，那我另外在里面我写文章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就是当然在两个讲完嘛，就是有些过程啊，我怎么做的，对，全部都是我至少我的理解范围内，我就尽可能去写，就我怎么把这版做出来的。那这反正正面上部分就是，正面上部分就是说，我觉得。政府现在有一些产品出来，那我觉得为什么民间的电脑就应该可以借这个机会跟政府做中文资讯处理的某种程度的同步，这样也不错。可是就是说，类似像那个前人做的那个，像这种东西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更新了。不过他也是做免费的嘛，他做爽的，所以也不能苛求什么嘛，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它居然是离线的模式，就是说政府它不断想要这些资料的时候。你离线的模式东西就很容易变旧版，除非是线上模式。那我做这个线上模式，那变成旧版的话，就是可能要有人去先去 update 的吧，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政府的那个字同步嘛。因为原则上我知道这个月份我是用这个表，政府的电脑可以打什么字，你的电脑就可以跟着打什么字这样子。那跟就是因为那个我刚提到那个因为授权的关系。所以那个什么，我在制作过程中用的一些字脑是不能，因为那个窃取授权是不能再分享出来的任何东西。那我就在文章里面提到说，你可以去拿一下在类似的档案字型档，可是那些字型档使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他那些字脑如果他是日本人做的、韩国人做的、越南人做的、中国大陆做的，他的笔画跟笔顺就不太合乎中华民国的规范，那这部分你要注意。对，然后我还有哪些？那就说如果想要知道，我就顺便推销一下，就说我自己是有把那个，苹果电脑上面的有关自由跟免费软体方面的资讯，我全部写在这里面了。那包含那个表格档怎么使用在那个苹果电脑上面，那个还有 Unicode 6.1 95% 左右的免费跟自由字型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查到，我这边给我介绍一下。然后那个我是在这边摆一个专栏，就是我摆专栏，就是2010年的版本。那我可能过这两个礼拜，我就会把刚看到各位看到的2012年版本摆上去。然后就是到时候他可以这边下载最新的版本。在之前就是版本有 ACI 然后那我因为要做这个给，因为一开始我是做给苹果用的电脑版本嘛，然后后来我在做 CCIM 版本的时候就有一些疑问，然后我就跑到 CCIM 的作者的网页去问，就有没有的问题，然后蛮好玩，就是说因为他那种自由软体大多是每个很厉害，
哦，他就丢一个密码给你，你想办法解决。那我就没有办法解决啊，因为我真的优势了。然后哦，我就试着看能不能自己根据他上面的文章去把那个GCI 那个密码编辑成可执行档，因为我的平台是 Debian 的6.0的标准版，然后我是 MVP64 位元。然后我就在上面哀说，我就不会编呀，我编就失败啊。然后有热心的网友就把我编了一个版本，他的网页上，然后我就下载，下载下，然后就跑去跑去用了这样子，就是哀出来的，然后就会热心的版本的变得那个 GCI 可以用，而且它原本套件库里面的 GCI 用就会挡掉，挡那个软件，旧版就不行了，蛮好玩的。我是希望有热心的电脑高手可以做那个 GCI for PowerP Linux 的版本，这是我最期待的。然后另外就是说，我来查一个哈，就是说那个我因为我是 end user 的身份，所以其实我学电脑的历程，我都会用 Windows 的思维逻辑去。对，这是好快的，就是说我会用自己的一些思维逻辑去操作 Linux 跟苹果电脑。那我自己把我所有的个人学习经验全部写在这边。我这篇文章的定位就是你自己高级资料处理科三年级的学生，你在不需要会写程式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把 Linux 当成 Windows 跟 Mac 整个安装在家用电脑环境里面，完全把它当 Windows 的 APP 使用。这也是一定的分享，就是我这个就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思维这样。啊，不好意思，占用大家这么多时间。哇！我刚翻了一下，那个新库一的字库，它有1643的版本，4万。好，我是绝对超过，我是将近9万多字。然后那个库一它自己有个变快的字库是1万之前，大概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